清晨4到6点是恐怖袭击，特别是取射火器袭击的多发时段。为此啊，我们专门加强了警戒值班。作为分队的各级指挥员，我们在这时段是更加的敏感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意识。今早，即便是远处很轻微的爆炸声，我们也马上做出判断，果断下达了进入掩体的命令。 我们多次针对不同情况恐怖袭击，开展针对性战备演练，从发出预先警报、进入掩体隐蔽，到领取武器弹药、占领各自站位，再到突发情况处置、战伤救治后送等各个环节，都做了充分预想和扎实准备，确保遇有类似情况能够及时有效应对。